那是渐渐出现的，台湾这两年吼，本来讲的就是今天这个阿扁，哦，伊迄就是大扁台湾，台湾那个音很多嘛，台湾那类汉字很多，啊，后来才慢慢变成台湾，然后又指的是今天台南一带，所以开始以迄个为中，啊，后来慢慢才扩充成全岛，哦，啊，所以到清代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就确定是整。因为我看很难讲哪一个年哪一年开始被称为，慢慢出现啊，原先就是指的是汉族。好，请问教授一下，我们这个最近台湾的社会，为什么会有人把台湾说成是鬼岛？这个到底是从哪个没有良心的人开始？是从郭龟那群人开始的吗？还是从谁开始的？所以我有一篇文章叫《支那狂犬郭冠英》。哈哈哈哈哈！不是郭冠英，就是支那狂犬，范南青。范南青，伊当时他不承认范南青是他嘛？一直能用范南青的名来了，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倭寇。只是因为我们被台湾统被日本统治，我们就变成倭寇，然后整个台湾岛被他称为鬼岛。哎，东西你喜欢吗？换蓝青的脸，他让他们说换蓝青是不是你郭先生？你说不是我，我好，如果不是你，我不知道他是谁。那我要写一篇文章，叫做《支那狂犬换蓝青》。我不知道是谁啊，我没有特别要侮辱谁。后来他告我，告我诽谤。我说我那个时候写。说不是你啊，就我不是要侮辱你，所以后来那个告我不起，就是、但是后来他才承认是他嘛，而且我西来群一万家是谁、所以那个是不起诉，但是他就把台湾称为鬼岛，这是在台湾的各种名称中还出现一个鬼岛，但是不列入，因为他是个人行为。好，那个，你准备借这个机会谈一下鬼岛。我们在学校算是少数。哦，我知道。可是我敢讲话。刚刚我有看到有好几个，我觉得我们不要不敢讲话。对，我们道理最清楚，要大声讲话。我跟人家报告一下，因为我在学校我看到好几个，这里头发就头坏掉，都到研究所了。那我们学校当代的老师还在跟我讲鬼岛的故事，我听了这真的是一把火，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啊，台湾教育界里面大部分都很欠教育。我本来考政大教育系，就这两个人怎样？我是后来被勒令退学，我写文章批判党。我们那一班的学生啊，我也不怕得罪人啊，大部分都很欠教育。所以我去把那些回忆录啊，我在写到政大教育系那一段，我的题目叫什么？欠教育的教育系，你知道？我就不怕得罪他们嘛，什么都很怕啊，敢来根据国民党交给你的，对不起，交给你是配给你的。好，现在我们再回来这个问题，我刚才第一堂课所谈的哦，就是今天就是那个青中所看的这篇文章。所以你若无清楚，我一定等于搁看。即摆出来就无离真啊！啊，我拄仔只有讲讲，我们有这么多的证据，而且都是历史证据，来说明台湾足够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但是你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你是安那一口咬定？你是根据什么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你是根据什么？各位，你想明根据什么？你想他根据什么？他根据《三国志》啊，
来，文化营作为台湾自古是领中国领土的根据，竟然是根据这个，啊，文化营抗战教科书就写了，攻三国的时候，中国已经在经营台湾了。哦，何以见得？原来是这段话。我们看这段话，这个是《三国志》的吴书里面，吴书里面有一段话，一共黄龙二年春正月，遣将军魏温、诸葛直，哦，遣派这两个将军哈，将驾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之胆州，这是三国里的东吴的对了哈，哎，吴大帝嘛，孙权啊，孙权，然后一共派甲士浮海出海去，来到这个叫做夷州跟胆州的地方，然后耍了夷龙在攻胆州，找人攻胆州。这段啊，我们写给集中在攻胆州，啊，最后再讲回来，但得夷州数千人缓。我们等一下再谈这里。我们先来看胆州是哪里？一共胆州在海中，长岛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入海，出海去啊。哎，原来就是徐福去求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神仙啊的这个什么药。求蓬莱神山及仙药，直此终不返，停留在那个地方就没有再回来。这是哪里？日本。原来日本他们称为胆州嘛，哈。四乡城有数万家，哦，我传了有好几万家哈。集上人民，有时候会到会稽、或部那个微微不拼啊。然后会稽就是在浙江嘛，会稽县嘛，哈。东县。人海行，他们也出海去，一有招风流移至胆州者，有时候遇到台风便漂流到胆州去了，所在绝远，那个地方很远，处不可得志，就很难到那个地方去，这个耍来登来攻夷州。但是呢，这个这两个将军呢，得夷州数千人嘛，安内生秘书我来夷州雅兰雅数千人回去，啊，那你，那如何证明夷州是你的领土？你是入侵抓人呢，欸？啊，入侵抓人就是你的领土。啊，话再讲回来，夷州是哪里？他们说夷州就是台湾，有证据吗？他用其他的资料来证明这里面的人看起来应该像是台湾，就讲原住民的生活状况，那些叙述有些对，有些也不完全符合。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假设说这个夷州就是真的是台湾好了，哦，我们退一万步这样讲，啊，可是你是来这里抓人，抓人怎么算是你的领土？那你的领土你就不用抓，就直接统治就好了，啊，这样就可以证明。好，另外还有一个证据，这样用隋书隋朝隋书的东夷列传，啊，里面有一段记录隋炀帝也是派人来台湾，啊，那个时候指的是琉球国，琉球国是台湾没错，啊，好，然后呢，这个记载隋炀帝，啊，的时候派一个叫朱宽的出海，接下来是原文哦，到琉球国，言不相通，微沟美通，啊，然后俩这样等于，啊，然后隔年，皇帝又命令这个朱宽这个人。魏府之，魏府公安后天，然后我来安慰你、安抚你，啊，但是琉球不从，不接受，啊，于是呢，朱宽取其布甲和板，把人家的布匹啊、战甲来取，拿回去了，啊，这是秋郎嘛。后来两年之后，我们又看原文了，皇帝遣虎贲郎将，这是一个官名，啊，叫做陈冷的，还有朝廷大夫叫张振周，一样的率领着军队从义安，就今天的潮州了，浮海其实就出海来攻击他们，攻击琉球，琉球不从，拒逆官军，琉球不服从，啊，拒绝迎接官军，于是呢，这个陈冷呢就急走之，就攻击他们，把他们追走，然后追到他们的都城，齐都，啊，平战皆败，每一战都把这些
琉球人跟琉球国的人打败，然后把他们的宫室烧毁，然后掳其男女数千人，把他们男女呢数千人抓走，然后再军食而还，这个军食啊，这个军备这些啊，然后回去。最好笑的是，自而遂绝，从这个之后呢就断绝。啊，你岂不证明什么？你都告诉我自而遂绝了，那怎么会是你的领土的一部分？那、啊、根据这个，然后过去的课本，万家共一个给你，你等一下公，就是我国，哎、我们中国哈、啊，在三国的时候，在隋炀帝的时候就已经在经略台湾，去经略台湾，所以这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你听下，你有听没嘞？叫侵略。啊！你安尼日本人嘛来过台中国啊，嘛也真济人。啊，自台中国是日本的一部分，对吧？这个逻辑很奇怪哦。然后我们来看哦，刚才隋炀帝那一段，学者考证认为，第一次可能是在鹿港一带，第二次是在大甲溪一带。啊，那当时的这个国王，也就是他的部落首长啊，叫做太喜提拉斗，还有他的儿子叫做达摩利，都被抓来砍头，都被隋炀帝的军队抓来砍头。然后我们中央研究院的前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他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哦，郭廷义啊，他是我的老师的老师哦啊，伊安尼讲呢，伊讲这是我们先人经略台湾的一大战争，也是一场苦斗。你来这里抓人、杀人拿那些东西，是一场苦斗。而、我们这里的北部作为原住民，在这里是干嘛？是三温暖，做爽呀。啊，你俩苦斗你卖来嘛，对不对？然后更好笑，所以下面就是我的评语。这样的评语是站在中原本位汉族中心的立场说话。难道被杀害的平埔族不也是我们的先人吗？那才是更是我们的先人。哎，别莫做好林家东东来排啊，然后里面是一场苦斗啊，我们呢？那我们的先人是什么？所以那个立场的问题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讲到最后，台湾不是你的领土，你只是来抓人，你是来侵略，你只是来拿人家的东西，如何证明？啊，有没有人可以帮国民党反驳，帮共产党反驳？你举的这个例子刚好说明，再用一个例子，台湾不是你的领土啊，啊，你没有那个，好、啊，所以我们从整个中国史来看，从整个台湾史来看，台湾属于中国的时间，就只有从大清帝国的1684年之后开始，让台湾进入他的领土，然后统治了211年，这样的时间。比中国汉朝统治朝鲜半岛的时间还短。汉朝的时候统治朝鲜的时间还比后来满清统治台湾的时间还长。那我要请问，朝鲜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吗？哎，还真的是，啊，还真的是，啊，那你要不要找他统一？你如果说服朝鲜人，我以前统治过你啊。统治过你很久啊，比统治台湾还久啊，所以你朝鲜必须要接受我中国的统一。你如果说得动的话，我李小龙马上响应，台湾也跟你一并统一，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看满清帝国并吞台湾之后，也没有真的把全台湾都统治得到啊。虽然把台湾当作是他的领土的一部分。但是其实他是对台湾采取的是一种封山禁海的政策，然后他真正统治得到的也只有西部比例有这一带，东部他根本管不着，原住民区都没有办法这个控制得到，啊，所以他是采取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封山禁海的政策，一直到他统治台湾的最后20年才正全面开放。啊，所以这样是你的领土，也是有点特殊的领土。哦，好，然后到了这个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台湾又永久割让。
又不属于中国人。哦，这是《马关条约》，而且还处理永久不让。然后我们看这张图，这是在1926年中华民国邮票，好，刚好它是在美国开国150周年的纪念邮票啊，这个纪念中美关系的啊，那个时候，那它刚好是1926年那一年，台湾是日本人在统治嘛，好，所以他们也承认了中华民国是这个范围，可是台湾不是，台湾的颜色跟中华民国。台湾不属于中国，在那个时候。好，那讲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要讲到现实来。我们知道台湾到底属不属于中国？啊，那要回到20战后，我们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之后，割让台湾给日本，而且是永久割让。然后50年之后呢，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台湾要归属给谁？如果正式透过国际条约归属中华民国，那当然又是中华民国领土了。那我们就回到战后的局势来看。我们知道战争结束了，1945年，虽然台湾挂出了所谓欢迎祖国的这个标语，这条是今天这个延边北路，以前叫做太平通。你们也要庆祝光复台湾，没错，在那个时候都这么讲。我们也不客气讲，大概当时的台湾一般的知识分子、社会领导阶层吧，美国当局、国民党当局，乃至于日本当局，他们大概都有一个默契，说台湾在经过对日合约之后呢，会把台湾归给中华民国，因为根据开罗宣言。不叫开罗宣，叫开罗公报，或者是波茨坦宣言，都有这个默契，一定会这样。这个我们要凭良心讲，确实是这样。可是后来情况变了，情况是怎么变？我们再说。我们先回到战争结束刚结束的时候，日本人宣布投降的时候，日本达户四国接受规定，那个规定条款，就是波茨坦宣言规定啊。然后日本投降，请问他向谁投降？美军，不是美军哦，盟军，盟军里面就40几国了。他等于是他是向整个战争状态下的对方就是一个联盟嘛，后来就是组成联合国。所以达户四国是哪四国？中美英苏是。这四国是当时正在酝酿联合国的主席团，所以日本的投降是向联合国盟军投降，他不是单独向一个国家投降，所以他不是单独向中华民国投降，他是向盟军投降。好，然后盟军当时的最高统帅是谁？麦克阿瑟，我们的演讲还有伴奏，就好，麦克阿瑟就。发布第一号命令，他说在中国东南亚之外，东南亚就是当时是满洲国，中国台湾与越南北为16度以北地区的日本，当时是日本占领的地方，这些日本的所有军队必须向我们中国战区，就是我们盟军的中国战区的蒋委的这个最高统帅蒋介石将军投降，这些都是站在军事的立场，我们现在要停止战争，那你们的部队，这个范围的部队向中国，向我们盟军的中国战区 OK， 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军事占领的概念。好，所以我们说当时的中华民国确实是代表盟军接受日本投降，所以由蒋介石派人接管。所以当时虽然接着台湾光复，其实呢，它只是一次的过渡时期的暂时的军事结果，而真正的领土的归属，还需要接下来就战争的双方开始定一个什么国际合约，在这个国际条约里面，在规定我的土地原来和什么土地要交给谁，
就如同马关条约当年在甲午战争之后呢，我们台湾要割让给日本，同样的道理。那现在还需要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国际条约。好，我们不信的话，我们看这个降书里面，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他讲得很明白，他是向联合国，在军事上就是盟军，向他投降。好，然后我们也一样看这个代表受降的何应钦是谁？你不是跟中国的一个将军而已。我们看代表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就是英国，然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就是苏联，并为对日本作战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那还有自己申请国，所以他是代表盟军接手日本国籍。然后我们再看这张图也很好，这个是1945年10月10号。今天的中山堂，一东西举了第一次的双十国庆双十节，啊，这里双十节的庆典竟然出现四面国旗，也许对起光哎，连国庆啊，因为土地还没有正式交接啊，所以我虽然在这里庆祝双十节，但是这个地方接下来2个礼拜后。就是要成为一个受降典礼的地方，所以国旗已经挂了，四面国旗就挂出来。四面国旗代表我们盟军的要接受投降，所以在受降典礼上面就出现一个盟军代表席哦，盟军代表席在这个受降典礼上面，所以这个说明了日本。是向盟军投降，啊，在台湾地区也是与中华民国的军的这个诚意在这里接受投降，所以台澎的领土归属必须等到跟日本正式的和平条约，就是所谓的合约，然后这个合约上面才会明定领土的归属，能够确定。那有没有订合约？来得及订合约吗？谁知道？谁知道？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订合约，结果在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被毛泽东率领的共产党军队推翻了，中华民国政府就流亡到台湾了，到一个领土归属还没有确定的台湾上面。哇，这个很尴尬，那怎么办？接下来要订合约啊，啊，怎么办？那你中华民国消失掉了，流亡到台湾了，然后被对岸成立的是一个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一次的合约最主要的主导者是谁？美国嘛，我是盟军的头头啊，那怎么办？我是不是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的政府代表中华民国参加？对日合约呢，我当然不愿意，因为还在观察。那个时候，所以因此我们看，我们同时再看一下，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年底撤退到台湾，啊，可是年初哦，那个败相已露，所以美国当局也很紧张，所以麦克阿瑟就讲话了。麦克阿瑟那个时候。是战后也是在处理日本的问题的重要角色。麦克阿瑟将军就讲话，他说：“台湾现在还不是中国正式的领土，因此南京政府南京垮台之后，他知道会垮台嘛？而之后呢，中共不能进入台湾，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利进入台湾。美国将协助台湾人独立，并将提交联合国决定。所以这个时候台湾。”没有权利可以进来，然后这个是告诉中共政权，同时也在这，同时这一天的新闻，美国也警告共党，说盟军总部对台湾仍有任务，哦，
让你接管，是你代表盟军接管。所以呢，南京可迁都广州，不能迁到台湾来。所以你南京政府要知道嘛，啊，麦克斯来公开讲，说你要跑其他地方去，你不能跑台湾。那个时候跟他这样讲，所以你南京跑台湾不是比较快吗？没有啊，他后来就迁哪里？迁到广州啊。啊，广州哇，差嘛，那我多修北条，又往北迁，迁到重庆呢。迁到重庆，然后再又考虑说，啊，那边别就会被招的队。我海南岛后，海南岛很落后，台湾还是进步多了。可是台湾怎么办？他又不是，哎，所以你看蒋介石他也承认了。蒋介石在我们看后来的陈诚回忆录里面也讲，那个陈诚就电告蒋介石说：“那我们撤到台湾来，台湾作为一个复兴基地。”结果蒋介石暗暗的回答：“用台湾在对日合约未成立之前。”不过为我国一托管地带性质，何能名言为剿共最后之堡垒与民主复兴之基地？蒋介石很清楚啊，这个他地位还不清楚吗？他只是盟军托管的一个地方，我们代表盟军托管的一个地方而已。那是后来也会麻烦啊，所以这个时候蒋介石，哇，这个很头痛，怎么办？而且。这个正在招的维权呢，就得攻打，美国也把它看透了，所以就在1949年的八月，啊，我们再看1949年的八月，美国正式发表对华白皮书，啊，看你这个尿尿尿扶不起的阿斗，啊，所以曾经在1949年的八月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对华白皮书，也就是检讨他们过去的外交，啊，他们当时投了很多资源给国民党。啊，结果都被贪污掉，然后这个是很腐败的政权，所以在所谓的对华白皮书里面，啊，国民党臭骂一顿，甚至还228的事的那个都检讨出来，所以准备要把国民党放弃，啊，所以重新思考，而且甚至来考虑说要不要承认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候还在这样考虑，哎，啊，然后国民党最后没办法，我再怎么样都守不住了。啊，最好，反正我部队还有部分在台湾嘛，那干脆还是进入台湾，啊，进入台湾，这就是不得已进入台湾的。啊，其实你进入台湾没有用，如果美国要放弃的话，你还是没有用，进入还是没有用，最后还是被美国去处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正在国民党水位跌到谷底的时候，东北要爆发战争，啊，韩战爆发。把那个蒋介石政权拿回来了，啊，韩战爆发的结果，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就发动了一个大的这个抗美援朝，一大堆的人就进入北韩，帮助北韩打南韩，啊，这次的那个采取的所谓的人海战术，七中解放军啊，人民解放军，啊，那个时候毛泽东还讲过一句话，说我们中国人很多。死了一半都没关系，你看这多残忍的一句话，把人命当什么？可是这么一场所谓的抗美援朝打出来之后呢，美国吓一跳，嚯，你结果共产党的势力是这样下来，那不行，台湾不能放弃。所以不管如何啊，不管地位怎么样，先台这个你中共不能进入台湾，啊，那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必须要支持你。啊，所以韩战爆发，杜鲁门，当时候美国的总统发表声明，非常重点的。这个声明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从这次北韩攻击南韩的战争行动，可以明白看出共产主义者不只是进行破坏行动，更居然诉诸武力。在此情况下，台湾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将直接影响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因此，我已下令第七舰队防止任何对台湾的武力攻击。另一方面，我也对台湾的中国政府呼吁停止向中国本土全面的海空作战行动。然后，更重点，台湾将来的地位必须等到太平洋安全恢复以及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成立后，或者联合国予以考虑才能确定。
这段话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台湾地位与领土。那么这一次美国就发动了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那我们过去常常说美国协防台湾，其实这样讲只是 讲对了半，它是一方面防止中共武力打台湾，同时也防止蒋介石武力反攻大陆，就是所谓的台海中立化，你们这两边都不要打，我要把东北亚朝鲜韩韩战好好打再说啊，所以就这样子啊，然后这就是形成所谓的台湾地位问题了。然后接下来对日合约总是要谈吧，战后的局势的国际秩序总是要重新考虑嘛，所以呢美国为首的这个对日合约呢就决定在这个旧金山举办，时间就是在1951年，也就是韩战爆发的那年，9月8号啊，开始在旧金山，当时有48国代表对日签署合约，然后这个合约里面跟台湾有关的，日本应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群岛的权利、权限及请求权，也就是台湾的主权，日本啊台澎的主权。日本便要求也要放弃，在合约里面呢、啊，但是放弃之后交给谁？不讲，不讲。那这个对日合约的这个旧金山对日合约里面有没有中华民国政府？没有。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也没有。这两个都没有，那、啊、怎么办？那、啊、台湾也没有，你们都没有来参加嘛？但是美国不邀请，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你刚成立啊，然后也不邀请中华民国，因为你已经流亡，已经逃亡到台湾了，所以两边不邀请。然后很技巧的，就在旧金山合约即将生效，一年后要生效，要生效的前一个月，另外安排一场，你们缺席对不对？啊，没关系，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流亡到台湾多少年之后，就在台北，由跟日本的代表在台北，另外订了一个中日合约，因为你战争中国是参加跟日本对抗的，打得最久的，啊，所以总要谈判的，有合约，啊，这个合约又叫做中日合约，又叫做台北合约，那前一年呢叫做旧金山合约，所以台北合约。等于是旧金山合约的不足，这两个可以一起看、啊、然后在台北合约里面呢再确定、啊、日方仍未表明领土的归属，为什么已经在去年的旧金山合约已经表示了会放弃、啊、但是交给谁也不讲清楚，也不讲清楚，然后但是我们知道双方的国际条约要有一个履行的范围嘛，或者说谁来履行嘛、啊，所以这个中日台北合约里面呢，就有一个附属规定啊，本约各条款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那这个时候控制下的领土是哪里？这个时候，中华民国控制下的领土在哪里？台湾，在台湾。啊，所以好，这个就好，我们先看这个。这个就后来有一些学者跟我们说，这个可以作为根据，根据1952年啊，今年杜阿波出席，他们在订条约的时候，杜阿波在政拉会了。我们看时间很久了、啊，我一天都没计较。那个时候，然后这个有些学者就根据这个说，好，所以后来中华民国贴到台湾之后，根据台北合约，贴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在台北合约之后，他已经跟原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一样的两个国家，这就是有的人认为是两个中国论，两个中国论就是两个中国嘛，或者另外一种是就是一中一台，啊，那其实一中一台跟两个中国内涵差不多。只是名号的问题嘛，啊，
好，那因此好了，那就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中华民国变成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照。好，在以中华民国后来的宪法概念，或者说国民党过去习惯的概念里面，原来的中华民国是这样。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复杂的，我们简单看的话是这样：这1912年到1945年，这是当时的中华民国；1945年就战争结束的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是这样。有没有台湾？有台湾。可是1949之后，也就是中华民国结束了，流亡到台湾之后呢，一样被称为中华民国的范围变成这样。中华民国跑去哪里了？蒋介石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人很多话我都觉得我乱讲，可是这段话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他说这是1950年蒋介石退到台湾之后，隔年他有复出嘛，本来下野嘛啊。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终究随大陆沦陷而已灭亡，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100%赞成。完全同意他的解释，中华民国在1949年随着大陆沦陷而终灭亡，因为你退到的地方是台湾，还没有确定的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的台湾。啊，可是就在这个地方又挂起了中华民国的人，然后继续统治。OK， 好，那就出现我们刚刚看到这两张图，右边这个，左边这个是原来的中华民国。1949年之后，称为中华民国的变成这样。那这一个是不是这个的一部分？好，然后这一个形成的国家或者这样的政治实体的名号，是这个已经消失的国家的名号。在这里啊，这个地方所挂的国旗是在这个地方制定的国旗，好了，这个地方挂的，这个地方所唱的国歌，就这个地方的一个党叫做中国国民党的党歌，还在这里唱。这个地方所实行的宪法是这个地方的，在这个时候制定的宪法，好了，这里用，全世界国际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很无奈，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认为说，那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就台湾了，我们就证明为台湾，制定一个新的宪法，而对方已经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还有一个蒙古共和国，对不对？这个上面这一块是蒙古嘛，所以过去的旧的中华民国的范围其实已经出现了，起码有两个国家嘛，蒙古共和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台湾这边变成中华民国，那其实本来不叫中华民国，那我们干脆证明，不管你要不要证明，或者你叫做中华民国，它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那我们从国际法的观点去看，你北京政权没有任何权利理由可以拿台湾，你如果拿台湾就是侵略。那我们这里不接受你的统治，这本来事实上就你没有统治过这里，没有什么分离不分离的问题。我不曾经跟你结婚，就没有离婚的问题，对不对？好，有没有人要反驳？来，我们在座都一面倒。好，所以这个问题就同样的国号，不同的范围。然后我们今天该怎么办？你如果用中华民国继续使用，那你要定义好，我们中华民国不属于那个中华民国啊。特别是像李登辉先生，他经过了 几次的这个修宪之后，他说中华民国宪法虽然是从那边拿来的，可是我们经过几次的这个考虑现实的环境的改变，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修订啊。所以修订了新的宪法中修条文之后呢，我们的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新的国家，在台湾，这李先生原先的这样的解释，所以他才会有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
然后后来就莫云国台湾，啊，后来这个小英总统就顺着这样走下来，中华民国台湾。那激进的台独说啊，中华民国不要了，我们就证明我们叫台湾就好，不用再中华民国。好，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现实考量，现实环境考量，有的人，有的人觉得中华民国已经叫习惯了，我们从小课本就这样写了。你现在不要用中华民国，我全身不舒服吧？啊，会不会再会啊？那个你没有看过那个巴甫洛夫的心理学实验，自愿反应的实验，对不对？你听到铃声亮亮亮流口水，你本来是吃肉才会流口水，你听铃声流口水干嘛？那他是自愿反应。这有的人被自愿反应的，啊，可是确实有很多人是被自愿反应，那怎么办？你不能考量一下他的心情吗？对不对？所以，像以中华民国的名号在台湾形成一个新的国家，这个我们把它称作华独。然后说我们不用中华民国名号，我们就直接叫台湾啊，制定新宪法，这我们就叫台独，对不对啊？那其实华独跟台独需要对立吗？需要对立吗？我这个人可能比较，我很注意历史的发展，所以我也很注意现实的环境。其实华独跟台独也许只是个过程，它不需要对立，因为你华独一样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台独也一样要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他们的最后的面临是一样，就要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华独跟台独我认为是没有必要冲突，而且以华独，也就是说以中华民国为名号的这个国家，跟以台湾为名号的这个国家，内容其实一样，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处理，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我不是在反台独，我是说这两个不需要对立，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它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它是一个，它曾经是对立，但后来慢慢可以成为一个辩证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看。然后，好，我们最后再拿一个，那个中共一直认为台湾是他的领土。然后他跟外国订条约的时候，都要人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那我们就看那个加拿大的这个跟他的对应，非常有意思。我们以这个做结尾吧。那个加拿大在当年在跟北京建交的时候，北京要求他你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结果那个加拿大提出了五点回应。第一点，他说，台湾并非加拿大所拥有之领土，所以加拿大没有权利承认台湾主权归属于谁，这跟无关嘛，对不对？他说，如果是加拿大所拥有的像北极圈、诸小岛与中国有争议，加拿大才有权利承认它的归属。这是从罗马法以来的所有权法里，国际法当然也依此原则。使用好，这一点已经很漂亮了。再来，第二点，加拿大说，没有任何国际法理论使加拿大有权利或者有义务承认与他无关、任何与他无任何关系的台湾的主权归属。我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义务。中国要求拿加拿大做这种承认毫无道理。啊，这个也很漂亮。第三，即使加拿大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那实际上并无任何法效果或者意义，因为加拿大的国民啊，飞机啊、船舶要去台湾的话，我跑去你北京的大使馆签证，签完证之后，我还是进不了台湾。这不就证明说台湾不是你管辖的地方吗？我还是要向台湾当局申请签证，我才能够进去。承认其对台湾实效统治，这等于是立刻用具体行为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漂亮，好，然后再看哦，加拿大若在国际条约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依条约必须与台湾去履行嘛？那我要怎么履行？我必须要去占领台湾，把台湾占领下来，然后交给你中国，还写万办不到。加拿大势必派兵攻占台湾，负责把台湾交给中国以履行这个条约嘛，对不对？啊，这个是多么方便的一件事情。
候，第五点，台湾如果确实是属于中国，则北京政权又何必要求各国承认？你就是的话，就不用承认就是。这个就我刚才提的第一个问题，例如海南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根本不需要他国承认嘛，本来就是了。反之，台湾若非中国领土，中国即使到处要求他国承认，实际上也没有国际法的效果。所以如果台湾是有真正的领土，中国也应该去找与该领土有关的当事国交涉及承认，才有国际法的效果的效益，对不对？强迫无关的第三国承认毫无意义。这个很漂亮。然后我们就后来就发现，说很多中国跟外国的地面，因为它涉及到台湾嘛，然后他们要互不承认，承认的英文叫 recognize， 可是大部分的国家都没有这个承认。他们说：“我知道你们说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事情我知道 ，we acknowledge。”所以他们在条约上都写 we acknowledge， 但是他没有 recognize。大部分都没有这个，所以讲到这个地方，不管从古代，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了，然后到现在国际法的现况，台湾其实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怎么办？台湾该属于谁？今天的台湾地位定了没有？台湾是全世界非常特殊的一个 case， 所以美国才会有一个台湾关系法。美国当然很现实，现在需要跟中国，其实最重要就是商业。美国也是一个商人政府，那中国是地大人口多市场大，我需要这个市场，我需要这个贸易关系，所以这个现实的考量之下，我不招惹你。但是开始台湾也不是你的领土，那怎么办？我虽然说你可能是台湾，你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那是好，我们一个中国为原则，所以他就讲一中原则。可是他心里知道说，这个一中原则里面，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一中政策啊，然后台湾不是这一中的领土，所以他们偶尔就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态度出来。所以定了一个台湾关系法，说好，那你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和平原则为前提。你要解决台湾问题，要以和平的原则。一旦你违背了和平原则，我们会出面，因为其实这关涉到我们的利益。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发展到现在，一直到川普的时候才大力的那个。总而言之，台湾今天的地位有没有定？如果台湾地位不定的话，你这个地方有自己的海关呢，有自己的货币呢，有自己的民选的国会，有自己的民选的总统，有自己的军队，你怎么地位未定？对不对？万一我们还是地位未定，那就定啊。怎么定？人民主权啊，2350万人可以决定我的前途。那时间的发展就变成这样。大家都沉默下来，有点无奈。但是我们也发现，台湾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搞独立运动最方便的、最容易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在搞独立的时候，你已经独立了，对不对？我们为独立于哪里？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哪里不用独立？早就独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没有一分钟统治过台湾，我们把你征兵，把你扣死了，你实际上是独立的。所以全世界要搞独立运动，最好搞的就是台湾嘛。你像魁北克，要独立于哪里？加拿大，他们也是投票差点过，又没过，
当年印度要独立，独立自哪里？英国嘛。我啊，甘地啊，领导啊，不合作运动啊，那不干就跳了，对吧？啊，波罗的海三国要独立于苏联，我、哦、当年嘛，就干就呢吼，然后最后还是很认真、很拼才独立嘛，都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不用独立，我们早就独立了，实际上就独立了。所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中华民国流亡到台湾之后，就慢慢形成两个国家的状态。啊，所以李总统在他任期的最后，他就讲清楚，台湾跟中国之间是国跟国的特殊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是我是你的一部分。讲清楚，所以台湾是最好做独立运动的地方，可是台湾也是全世界做独立运动最困难的。为什么困难？因为很多人都说你是自己是中国人，美国人要独立，那如果美国人说啊我们是英国人，那你不用独立嘛，就是英国人，对不对？所以在很多人的观念上，他没有办法改过来。然后他的中国人的定义又是什么？他中国人的定义是，血缘关系、文化关系、历史关系搞不清楚，但他完全不以现代国家的概念去定义国家了，那就是我们。很多人还自以为你是中国人，但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知道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你一直强调你是中国人，那你就是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是吗？这对你有什么好处？然后你如果不承认你是中国人，你就数典忘祖。潘雪红，我的祖先大部分都不知道是中国人，他没用这个名词啊。我祖先大部分都不是，一养起一片个卡蒙接出来猛晃。你就找五代就好，啊，或者在几代可以把那个祖先看懂哈，看出来，祖先很多嘞，刚才还有挖过代金的，打不赢，啊，更往前推不得了，我们就随便各朝代抓一个几个祖先就来问了，请问列祖列宗，你是不是中国人？你那满山万灾万满灾，我是不是中国人？不是吧？我是大宋子民啊，我是唐帝国，我是明帝国。我是西夏人，然后我是这一大堆嘛。啊，如果你们看到祖先说你竟然不承认你是中国人，简直数典忘祖。你们说啊，我就是祖先还数典忘祖，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弄清楚，我们要用现代国家的概念定义你的国家。现在我们就在台湾，啊，虽然挂名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跟台湾其实我刚讲过的本质是一样的，啊。好，那如果台湾地位还不定，赶快定下来嘛，对不对？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从历史到现实，我们观察。好，那我有几本书打书一下。要看台湾史最入门的就是《快古台湾史》，啊，比较多问题的讨论就是《台湾史的疑问》，啊，或者是用事件来看的《一百件大事》。好，那今天谢谢各位，我们剩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刚好现在第二节下课嘛，啊，然后休息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啊，那个有问题争论要辩论啊，只要不打架都可以，好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